飲勝，乾杯！董生，過幾日同曹操開面，你認為用咩兵器好啊？高明，加上冇貨喎。咁樣就俾十日時間你做十萬支箭，得唔得啊？佛，我要三日，如果三日撲唔到俾你，就俾條命你啦！天助我呀！开一大扎草人出嚟，淋满稻田就得噶啦。冇问题。正正正。对上面雾雾茫茫，到了四月天的时候，江边准备茫茫一群草秧。镜头倒转咗，快啲调翻好。不管点，前面快啲直奔。咁快啲谂我见架枪嚟。你错唔系呢个，快啲攞我。方面大雾迷密，对方一定有埋伏，最好系发箭冧佢。明子，快！冇事冇事，我系小明啊，边界揾嗌？对吧，你见我啊。